节的前夕哈，我们举办了儿童节的这个同乐会，那尤其是在六个分局区每一个核心学校，我们来举办。那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就近就地哦，跟我们家长还有老师呢一起来欢度这个儿童节。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儿童节呢，一定可以让我们孩子呢哈留下非常美好的这个回忆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呢奖品很多哦，包括哈每一个分局区我们都举办1000份的纪念品哦，甚至呢4月1号到4月7号啊，如果没有出来的话，在家里哦还是可以手游云林哦 APP 啊针对我们品格宝藏图哈大家可以玩玩这样的游戏哦，寓教于乐了哈。在这个办活动的过程当中，很感谢哈县长的提携啦与指点，我们文昌国小一定全力以赴，把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办到最好。